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现在我们来练习第三课。我可以借你的电脑吗？生词。一，借。借。二，电脑。电脑。三，查。查。四，从。从。五，到，到，六，回来，回来，七，接，接，八，玩，玩，九，或，或者，十，小时，十一。应该，十二，一边，一边，十三，就，十四，钥匙，十五，先，在，十六，故宫，十七，长城，借，电脑，查，借。你要借什么？我要借电脑，查飞机几点到。从，到。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到。飞机几点到？回来。接。他从中国回来了，我要去机场接他。玩，玩，你想去哪儿玩？或者，或，我明年想去中国或者日本玩。小时。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要11个小时。应该，你应该去中国学中文。一边一边，我想一边玩一边学中文。要是，就。要是我去中国玩2个星期，就能每天说中文了。先，在，我先去上课，再去吃中饭。